师。今天我要讲解的曲目是 The Spanish Guitar from William Gluck。这个作曲家呢，他是美国的作曲家，那他为了儿童写了非常多的曲子。那因为旋律优美的关系，那他又被称为是教育界的舒伯特。那我们看这个 The Spanish Guitar 这一首曲子，它是模仿了 Flamenco 的 style。那 Flamenco 的 style 呢，它是一个盛行于西班牙南部的一个舞蹈跟音乐的风格。那这一种风格呢，通常都会使用吉他跟响板来作为是主要演奏的乐器。那想想看 Flamenco 的话，会想到什么样的意象呢？那通常我们可以看到的象征，就是在西班牙的舞厅里面，在下面的观众很轻松地喝着小酒，然后在舞厅上呢，有穿着很红色大裙摆的舞者在上面跳着舞，然后可能旁边会有一个男伴。那这样子呢，它是非常带有着强烈的民族的一个色彩的。那它的音乐常常是非常的激昂，还有热情跟变化多端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一开始呢，它前面的术语写 Flamenco style and intensely rhythmic。那这一首曲子呢，我们在表现它的音量的大小声跟它的节奏感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行的部分。第一行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signature 是98拍。那这边我们也可以分成是三大拍，变成是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变成是三个重点的拍子。好，那第一个地方的呢，第一行我们的拍子要重音有四个 accent， 还有它的分句我们都要做出来，这样子才会有节奏的感觉。好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要弹这样子。小乐句组成，那前面三个小乐句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从左手接右手组成的乐句。那这边要注意到的是呢，左手接右手的时候不能断掉，它弹起来不能像这样。好，这边是要把它连接起来的，才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乐句。乐句一次要比一次小声，最后第四个乐句要它回到主旋律了，所以这边要做有一点点的渐强。好，再回到主旋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行，第四行呢，它变成另一个旋律了。那另一个旋律呢，可以看到它是由四个小节的乐句所组成的。那上面它是写 singing。那前面呢，如果我们想象它是男伴血气方刚非常有个性性格的一个旋律的话，那这边可以想象成是女舞者，她现在变成是非常柔情的在唱着歌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左手呢它是一个固定的伴奏，它的伴奏是长这样子。这边要注意的是，左手是伴奏，所以不能弹太大声哦，它不能弹成这样。OK， 它是不能压过右手的主旋律的。那因为这边是一个固定的节奏，那我们会建议去对节拍器做练习，必须要去把它练的是平均的，然后是一个 PP 的状态。那我们现在看主旋律呢，主旋律它是有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旋律。那我们呢，在音高越高的地方，我们去把它做起伏渐强；音高变低的时候，我们来做起伏渐弱，像这样子。Okay， 那第二次旋律呢，它就是在高八度，然后是一模一样的旋律。Subito forte， 好 ，Subito forte 代表呢，它接下来有两个小节过门，它回到原本 A 段的一个主旋律了。那这个过门呢，我们 Subito forte 的对比要把它去做清楚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回到 A 段的主旋律，那我们可以看出来的这首曲子呢，它的形式就是 ABA， 从 A 然后主题转换，再回到原本的一开始的主题。那回到原本一开始主题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去看最后的两个小节。
最后两个小节呢，可以看成它是一个结尾，一个小尾奏的地方。那这个小尾奏的地方可以看到它越来越小声，越来越小声，变成是一个 decrescendo PPP。连接下来最后一个小节变成 F accent。好，所以这边的对比，我们必须把它做得非常的清楚，这样才会有那个曲子的味道。